枪，买那玩意儿干啥？拿枪打死我！我告诉你，麻子，你这么折磨我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你到底买枪想干什么？到底怎么想的？我忍了十年，人前光鲜，人后呢？可真是和你好了之后，我才觉得日子有亮。你们家老板娘和李四不是折腾吗？我看还能折腾出啥花样。你不是要钱吗？我给你个大活，杀了他俩。日后如果事情暴露的话，我替你担着。你替我处理的什么事儿？你以为我那么容易死啊？